人到。还不跪下！可是太尉，还不跪下！来犯何人？禁军教头林冲，昨日冲撞了高衙内。今日特献上家传宝刀，求太尉恕罪。高衙内昨夜扭伤了脚，恐日后不能行。你献一把刀，又怎抵得上衙内的一只脚呢？林冲实在不知，前厅总教的吩咐说，只要总教头的话，换得了衙内的一只病腿吗？林冲悔恨，不知如何收场。高衙内对你家妻子情有独钟，可愿成全他二人，也好日后照顾衙内坐卧起居。林冲不愿，还请太尉换样林冲能给的东西。重扣三头，可免辱罪。重扣三刀，可免冲撞衙内之罪。重扣三头，可免衙内断腿之过。可免。高太尉亲封的五部校尉陆谦，全权代表高太尉审理此案，还不跪下！这就是你出卖嫂子得来的好处。这是白虎节堂是军纪要地，带刀入堂是死罪，还想造反不成？跪下！林冲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你怪不得别人。老实点！陆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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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谦。陆谦，刺配沧州。陆谦。